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回来捌一日。咱新闻常常报道，有人出国比赛，公营倒转来，正做台湾职工，嘛有正侪人的名号做阿莹。今日要跟大家小介绍一日，就是莹，哈，莹莹第五条。莹在古早本来是讲一款树的树名，梧桐就号做莹。另外，树顶两边翘起来部分嘛是莹。咱现代较常用到意思，就是富贵显达，咱讲荣华富贵。另外，阁有真光彩，咱讲是光荣、荣幸；也阁有名誉、有好名声，咱讲是荣誉、荣耀；也阁有逍遥自在，较早讲是荣幸。古早就一句话讲：“荣幸抵家门清。”这意思是讲官员敢若无关心百姓辛苦。咱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“荣幸”，代表讲足光彩、足好运。第二个词读做“光荣”，意思嘛是差不多、差不多，代表讲一个人真光彩、真荣耀、足有面子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阿明实在真有影响、有实力，会当代表台湾出去参加世界级的比赛，阁得到第一。我做伊的厝边嘛，感觉真光荣。今仔日小解，这一日读作“荣”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